现在时间是早上6:04，我们在高铁站集合，但是我现在都没有看到人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早到了，还是大家在不同地方。我现在化好了底妆、眉毛还有唇，我觉得应该先坐在这里就没错了。然后我打电话问一下。享日服务人，感谢享日。这个是绑代表队伍的。对对对。好。好，感恩。等我们一下。好。I to do the。哎，手机了。我们到房间了，耶！叮。嘿。好大哦！哎，我们一个人有一个双人床，哎。双人床。哇！一人一个，嗨。哎。今天的室友。对，他是杰哥室友。哎，我们这个浴缸太裸露了吧？它应该可以拉下来吧？哇，好大哦！还有沙发区，哦耶！这是本来就会有的吗？啊？嗯？为什么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哎，这样很危险，差点不然就把衣服脱了。真的？而且只有一台吗？为什么有 GoPro？ 嗯，危险，没有，其实是我架的，开玩笑的。是不是有秘密关卡？对，他刚才说没有，一直说没有。可恶！他可以上厕所吧？一切无简单哦，无单纯，无单纯哦。台语那么好，因为我之前住有一个寄养家庭都讲台语。我来看看，体重机，不要叫我量体重吧？饭店干嘛放这种东西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不讨喜。是我疑心病太重吗？怎么觉得案情无单纯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衣柜里面有人吗？不要想吓我哟。他不是，他只开灯，吓了我一跳。那没什么吧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放一个 GoPro？ 喂、哎，还有一个哎、欸。真的晚上睡觉会这样吗？干什么你？又被抓到了，监视我。你看他，好恐怖、哦。哇，这里蛮美的哎、欸，你看。还是窗户外面有躲人呐、啊。还有，因为哎、欸，外面有游泳池哎、欸。我们明天是在这里玩吗？难怪我就觉得怪怪的，怎么可能这么早就结束？没有，还是只有我们而已。什么？干嘛？吓死我了吗？吓死我了！我们去隔壁看一下他们在干嘛，他们会不会没有发现？哎、欸，我们要跟我们同队的讲哎、欸，我觉得好恐怖，我们要不要先回去？用手机啦，手机。问你、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有，对啊，你刚才发现？你们觉得怪怪的？不知道，而且有两台。那现在是能洗还是不能洗？现在是，我们都穿千头啊。你们平常应该不会饭店里面不会架那个吧？对啊，不会。肯定要干嘛？我今天没有那么好过。我刚才这么想，我怎么可能那么早结束？还是说最早下去集合的那一队？可是他刚没有说要下去啊。对啊。而且这是四人房啊，我们根本可以一起睡。嗯，哎、欸，对，你们也是吗？对啊，我们也是两个双人床，两个双人床，超大。我们还分开睡干嘛？没人住，多开一间。空着也是空着。怎么办？现在到底要干嘛？还好我们现在一直在监听我们。难怪他一直说这个不要放，不要拆。我想说，对，他说麦不拆。我们来猜一下要干嘛？让你听我上厕所的。我们自己开音乐跳舞。不如跳舞的天亮。好恐怖！现在是要怎么样？玩很大就是这样，他们每次都会有一些猜不透的，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嘛。最近是好是坏？我们需要去询问各自的队长吗？可是我不能双高速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对啊，还是舒服的享受一下休闲时光。这种沙发我好喜欢，很舒服哎。你们没有被路过被突袭的吗？没，我没有。有告诉你几点起来，但是他会提早在那里敲锣打鼓。我是有一次，然后下去，然后奇怪人怎么都不见了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空等，还跟阿姨在那边聊天。他明明不约7点大厅吗？然后奇怪怎么都没有人，然后还问阿姨说他们有下来吗？阿姨说他们已经走出去。我说他去哪？
去什么港口吧？我爬树叶要去哪？然后我就开始很慌张。那我还坐在那边纳凉，然后我就走走走走走，就开始看到机器了。然后我说：“那现在是要干嘛？要干嘛？”因为我就想象可能是绑架，就是走走走，然后会被一个人套住，然后就被绑走。好可怕！那时候就很安静，我就想说是不是大家都走了，都被绑走，剩我一个人活着。我心想说：“哦呦，那这样我重要了。”然后就还是会慢慢走，然后就看那机器要干嘛要干嘛，我就不知道要找什么，然后。他们说有箭头，我根本就看不到箭头，然后还走错路，就后来走走走超久，终于找到他们，他们已经进行关卡到一半了，然后我还慢慢走，因为我以为大家都被抓走，我还真的很到处很防备，走路超慢，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根本就没有人要抓人，他们都没有找，来不及的都没有，他们不能在群组讲啊，要私人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用微信，没有电话，所以那时候他们没办法私密我，然后就好像与世隔绝，跟大家在不同时空里。我说另外对你没有你这个角色，没有一个没有我最慢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集有丫头嘛，然后丫头发现她有先跑回去跟房间里的人说，哦、好聪明。然后那时候是李毅说好我密他，可是他发现要加我的好友，然后要经过验证才能加，哦，所以他就来不及通知我，所以没办法告诉你。对，那我觉得我已经快睡着了。对啊，到底要干嘛？我去拿我的手机。你会不会等一下就被抓走？不可能，我绝对大家都一种都点到。那我们要打给钟哥吗？对啊，我找一下，他是哪一个啊？喂，钟哥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看电视。你没发现房间有 GoPro 吗？有啊，我有跟他说话。对啊。那所以是怎么样？现在要干嘛？我不知道要干嘛，我现在跟那个雷翔，现在就看那在看棒球啊，看韩国对美国啊。所以我们就自己看电视就好了。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想要洗澡或干嘛也可以。怎么洗？等一下洗到一半任务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隐藏关卡还是怎样。对呀、啊，阿紫，你不觉得现在应该要干嘛吗？他就是不觉得，他才看电视。放轻松，没关系的，反正大家都不知道。先不要乱弄，但是警戒心要有，警戒心要有。好好好，对，先等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是他们在直播我们吗？那如果我们现在是脱衣服嘞？对啊，那不是完蛋？还是说我们现在把 GoPro 电池拔掉？就是造反的 YouTuber， 超惨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了 GoPro 怎么运行。我觉得他们已经现在在看怎么转播是吧？他们很好学，是不是？现在到底什么 ？USB， 他们不会就这样一直拍等这么久吧？对不对？胃好痛。现在时间是10:30，我们录完最后一关了。然后，我刚刚其实出发前胃就不舒服，一路上太专注关卡，那种时候就算。后来回程的车上。我就开始超想吐，超反胃，我一度就吐出来又吞回去，然后结果我回到饭店呢，就先吐了一轮，就后来我们就去录完最后一卡，就是宪哥选他最喜欢的食物那里。哦，我那里超不舒服，整个脑子正在天旋地转，超级无敌想吐，然后想说好漫长，天哪，好想赶快卡掉，然后冲去厕所啊，好险没有吐。如果一个人莫名其妙录个节目，然后录到吐了，不是很奇怪吗？反正就是，后来一录完我就马上去厕所，然后我又再吐了一轮。现在大家在品尝夜市美食，我刚想说我蹲一下厕所，结果上不出来，可是我还是好想吐。我第一次吐的时候想说会不会是吃太饱了，因为我吃太饱会这样，就是如果不小心吃到一个不应该吃的量，也是会这样子。啊，现在每讲一句话都觉得很吃力，啊，觉得自己好不融入大家哦。大家在狂欢的时候，我竟然一个人躺在这里，但我又不想看到很多食物会想吐，又看到大家这么开心，如果我在旁边这样苦瓜脸，然后很不舒服的样子，好像很破坏气氛，所以我先等我自己好一点了再过去。天哪，希望这状态赶快好，明天这样怎么玩呢？不行，每一天都很认真。你们想看我吐吗？现在时间是早上6:00，刚从医院回来。我
去打了点滴跟针，因为我半夜呢在录的喷射，工作了五次，拉了两次，然后刚刚实在没办法，因为怕明天会开天窗，所以我们就半夜去急诊。好像红队真的对我很好，还派了两个人送我去，现在好很多，至少身体不那么痛了，然后肚子也没那么痛了。但医生说先从喝水看看，如果喝水还是想吐，就先不要喝了，竟然就是要吃清淡一点的东西。哇，我觉得我历经了一整晚的浩劫，感觉像世界末日一样的痛苦。第一次急性肠胃炎，我不知道就这么痛苦。而且我刚刚起来喷吐的时候，我的室友弯弯而吓醒了，因为我睡前就很不舒服，我就摆了一个垃圾桶在我床旁边，然后我是睡一睡突然一阵蛮不舒服就起来，然后喷吐，是像喝醉那种水柱状的吐法，然后婉婉儿子被我吓醒，然后他就帮我打电话给红队，所以感谢婉儿。我本来想说等早上就是大家都起床之后我可能再去急诊，但我现在想想好像晚上有去，不然我一整晚就根本就不用睡了，然后如果早上才去急诊感觉会拖累到大家拍摄的进度。然后现在早上六点嘛，我们是七点半要吃早餐，所以我现在去睡一下下。啊，红队怎么那么贴心？奶奶，我很不贴心你呀、啊，你很贴心啦。会这样子帮我梳洗？想说你的应该也要说很久。你只摆弄洗头，这你不放身上吗？我不用放身上，先不用放身上。你上次还吐，你说说你。就一个锅而已吗？锅。锅就是关我的意思，关我屁事，关我屁事哦！尬掐的尬，尬电哦，尬是尬电，尬电，是不是？我对了吗？答对了，尬电 ，O S S O， 哦是哦，哎呀，好强啊，好强啊，好强啊，好厉害！欢迎婉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婉婉儿，婉婉儿是我。感谢婉儿照顾了我一整晚，一整天。啊、没办法，因为她就是把我给吐醒了，真的，真的太可怜了。我就想要睡一睡，然后突然听到旁边的声音这样子，而且好险是婉儿坚持说，我觉得你还是打电话，赶快叫他们去看医生。我本来想说等早上他们都醒了，没你到那个时候我就痛死了。哦，真的，那个东西是不会休息完就没事了。好像我后来一整晚好了很多，然后睡了一个多小时。对，感谢婉儿的顾问。耶。很好用。结果你一出门之后害我很孤单嘞、欸。对啊。稍微有失眠一下下一小段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昨天在医院有睡一下哦，然后就看到小贺跟屁屁也狂睡哦，就觉得啊太感动了，红队怎么那么贴心啊，还帮他收拾你。对，然后他居然回我说，因为我觉得你不会帮他收。喂喂喂，感谢婉儿，好，下次再一起。来，我们欢迎，哎，你这周要干嘛？大家好，嗨嗨，辛苦你了，这次真的辛苦。没有史以来最焦疼的一次吗？对，我没有出过就身体这么痛苦的外景，都已经爆吐了，还要躺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然后被钟哥这样移来移，然后我还压到他的肚子，他说：“哦，对对对，压到的。”彩云炫真的很敬业，真的超敬业的，好险！我觉得是因为红队太照顾我，然后我就说。他们都不用睡觉吗？他们是立刻回，是不是？嗯，立刻就来了。他们可能在准备一些。我们是早上七点半就要集合，然后半夜三点半红队还没睡。现在这节目有多拼？对，他们说他们其实都没有在睡，他们都会在准备隔天东西。真的辛苦了。对啊。不过真的很好玩，很值得啦。好玩好玩，下次再一起玩。好。